下面一个问题，他弟子初学佛，曾犯过一次邪淫，出现现出现了症状，对佛菩萨会产生邪念、恶念、男女之念，虽知道回想一次就多犯一次罪，但控制不住应如何是好？你要勇猛回头啊！实在控制不住时，这个忏悔当中是以拜佛消业障最快速啊！你每一天拜三千拜，我想呢，你拜上三个月，你就能控制住了；拜上半年呢，你的功夫就得力了。用拜佛这个方法，心里面想佛，口里面念佛，身拜佛，很多拜三年呢。就能到功夫成片，也就能够自在往生。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克服自己，这是业障习气太重，我介绍你一个地方，你到长春北国兴隆寺去参加那边的念佛堂，那边规矩很严。依众靠众会给你一些帮助。